俄罗斯方块，游戏规则，两战队全员出战，每队中一人悬在空中拼方块，局排档负责搬运方块，团队合作，一起将道具游戏机中的空格填满即为完成，用时较短的战队获胜。各就各位，各司其职，俄罗斯方块三二一，开始！这项挑战考的是体力，还有智力。好，这个放，等一下放，这个。这个游戏本身就是魅力无穷，现在我们把它衍生为人体俄罗斯方块。这个好，现在杨若曦战队效率很高啊。现在哨兵战队遇到一点点麻烦。哎，平着放，平着放，先平着放。其实最开始我还是真的很看好哨兵战队，因为他们都是运动员出身。好，完成第一块了。现在杨若曦战队已经完成了两层，不错。对，下面那块，对。放哪儿啊？放哪儿啊？对了。现在杨若曦战队略微领先，后往上落，对对，后往上落，哇！现在杨若曦的这个小身材在空中的灵活优势展示出来了。哨兵的两个孩子积极的参与到游戏当中。对，现在杨若曦战队略微领先，已经完成了第四层了。哦，胜利在望，我们明显感觉对这个哨兵战队现在还有点不太会玩。没错，现在杨若曦战队稳扎稳打，准备搭建第五层。漂亮，好，还有最后一层，还有最后一层，还是最后一层。好，杨若曦要拆掉一块，他自己来拉自己了。现在哨兵战队的机会来了，现在杨若曦的这个绳子好像有点缠在一起了，现在有点麻烦。好，现在哨兵战队是迎头赶上。我跟你说，赵明，不对，搭不上去的，这样不对的，把那个拿掉。现在都在搭建第五层。哇哦，哨兵战队有戏啊！后来居上，我们来看看，拉下。好样的，哨兵这一拉很关键，但是差一点点，大家在最后一排都遇到了一点麻烦。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分钟，摩梭机，这个这么难吗？但是还是不行啊。哨兵战队那一块太难了，左上角太难了。好，对，往这边来，往这边。胜利在望，杨若曦已经累得不行了。杨若曦加油！加油！还差最后一块，扔上去，放下来要，加油！6分03秒，哨兵，你来总结一下，你们比他们慢了，问题出在哪里？其实我觉得是威亚上面，其实就是左上角那一块，最后那个过不去，你知道吗？怎么都过不去。哨兵战队那一块太难了。第三轮，这三分加给杨若曦战队。所以现在杨若曦战队获得了5分。